我的功用。啊，然后到了你两年了，你在健身层面积累，你用生活化哦，原来最近两个人还表示，所以不准这是对的。以前我们那个学校跟社区间怎么结合，倡导村民共同来保存这些东西。你无我提供，哦，后面跟管理是农村保护运转青龙谷啊，咱家是农村的，啊嘿。因为疫情又传了，我伫咱嘉义县的行销上面做什么贡献？其实保存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存在，像你陶瓷的那方面、铁的那方面就可以 OK， 像就是木质方面的真的是竹编的，还有很竹编的。其实那是按照这样，你可以在一百件里面啊保存五件都没有关系，完整。最基本那个一本书。校长的意思就是说，这边写上饮水思源的话，对，跟里面怀旧那种感觉是，我欣赏到这个是，一群人工中通，接近该采访，人工拉达，嘿，拉达，拉达，一起在熬茶，嘿，啊，就是人工一群人工的通，那个一种防盗一种的，嘿，对，嘿。李老师好，我来请教一下，我整个财经国小的疫情之路，我们保存这里整个营造的变化。以前那时候就想，那时候那个校长就说想要把它整理出来，然后我就先过来看一下，展现出来它的那个这样子感觉。那你们在营造的过程哦，因为你们摆设东西。自己的创意还是以很多老师的提供方式，刚好也介绍出来这样子。那我就觉得说，这样好像我们只能弄三，那什么那个瞎子摸象的感觉，所以我就比方说看到那个关于厨房的东西，我就会想象到以前厨房的样子，然后想把以前那种厨房的那样子展现出来。那个创意哈、哦，来自我。因为我小时候住过我奶奶的家，然后他们以前，我就是因为住的那种印象，还住的那种印象，那只是把以前那种印象呈现出来。怎么营造出来那个味道哈？到目前为止，那王校长有没有支持你？他给我很大的空间，然后他一直蛮尊重我的想法。所以刚刚我在问他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说，这是李老师。在这边很用心啊，别的老师在想说，我们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一块啊，所以农村里面这一块哈，有你这么优良的哈的老师哈，你这样来推展，应该没有问题啊。往后我们跟点菜的这一块，如果有可以的话，你随时来，我们来怎么去呈现出来，怎么去展演出来，你学生看的更多，还是说要在体验这一块，跟我们一起来合作，好啊，今天谢谢你。Sasi suya kepa